那我们打工没宰的呢，你们没在干嘛？没在干嘛？我看你不谁的，没在干嘛？我看你中华的，我当然是我女。听见不？你没有看到他们在热闹热闹？奶奶刚才说了一句话。 就是让我们做大妹小妹的亲姐妹。他说要我们看得起他们两姐妹。其实打心眼里面，我们把她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，真的很懂事。奶奶刚才还说了一句话，她说要是以后我不在了，你们就多看他们一下。其实我们更希望奶奶。 啊，这个有几件？我的几件，要像要围裙啊。哦，那个房子上面来看，你看要照片，不看要。哦。你没有皮了吗？我没有哎。没有，要皮呀，不穿污了，我皮照房子，那个我们皮照房。 那二嫂，你种的玉米，花生种的花生，那我们种那个，那你的房子可以把它。这个过两个月就。你上得好了么？哦。过两个月吧，过两个月就可以拔了。我们现在去摘一点辣椒，就是上一次在那边种的一些辣椒，我们去摘回来，就是奶奶看到我们来的就很兴奋的，她说辣椒熟了，已经得摘了，让我们去摘一点回来煮，这样跟着奶奶走。 啊，我们打我今天，哈哈，今天是时间，拿公筷，今天会去买这个，今天会去哦，我今天老了，嗯，我给他老啊，今天老可惜，嗯，这种啊，这种咱老了啊，这种狗俺俺好皮啊，嗯，你看这就是奶奶的收获，是吧？自己种自己可以吃，就不用去买啊。 就是那一种，让拿果木干了，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了。啊，嗯，哇，你看这个辣椒，来，像这个就可以了。OK，上次种的，现在就得吃了。哇，这里亮哦，这么多个，这个过两天又可以了。拿着辣椒炒五花肉哦。那它很肉啊。 够了够了，不用摘那么多了。这个好漂亮啊！啊，大明天你下次来的又拿着娘老啊。哎哈，哈哈哈哈哈！还是等老爹娘给你吃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别装了，你奶奶拿时候再提个。装包不好看了。奶奶拿这么大的箱子，那个那么大的箱子，说要给我们装李子，哪里吃得了那么多？他不听我说。 我说要一点就行了，他根本就不听，说能找不到的箱子就找不到的箱子。好，先去煮个饭吧，煮一点菜，简简单单，这两个菜了吧，在这里就什么调料都没有的，就只能简简单单这样子了。奶奶，请吧。 你看安奶家，他就是一个辣椒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吃辣椒，你看肉都没有，那永远都是这样子。那边家的肉他都不舍得煮，哎，那老人家。奶奶等着我，你也舍得吃。你们老公我就看这个有。他说你没来过，就给一个红包给你，知道吗？我来过了，来过也要红，没有呢，能多多钱？哎呀，打死你！你没给钱吃。
打行李，你就算你哪问那个电视哪问，我们来国的哪到你看阿妹没来国，你给我阿妹等我们来国了，来国也有国没有呢，他国了，他国人嘛好意思你好意思的，他好意思哪里，他哪到呢，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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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觉得你不要，就故意说，如果你不要，等一下老人也不好意思要。好多啊！哇，这样子看了就很多了，这一次就漂亮了。哇塞！我的妈呀！太多了。一上能落满一层。哇，你看这一颗。又扎又可。这里。哎呦。哇，那里。一整串一整串，太多了，还摘，开始摘了啊、哦、这种轻轻的都可以摘了，轻一点的他们做酸了，对，红的，你看这种红红的、啊、嗯，哎呦，你脸那里有个蚊子，嗯嗯，吃了好久了，吃得饱了，哎呦，这个漂亮啊，摘不摘就熟透了，嗯，哇塞，这个看这种啊，哇、哦、塞，哇、哦、塞，这种李子太结了，结到爆了！你看这种，哇、哦，都有好多都落在地上面了。哪天来，那看到的都变了，都干干巴巴，困难的回去，只不困了一包。哎，对老板娘对象了不？要辛苦辛苦，阿奶来帮我们摘过。嗯。哦，奶啊。辛苦。得了，这里一箱，外面两箱啊、哦，三个箱子都差不多装满，也差不多收工了。但是奶奶还是要想要摘给我们。我刚才呢就听说了一个情况，那个情况就是。昨天和前天，奶奶都看到有人来摘果，她怕就是人家摘完了，就是我们到时候主要是留给你们吃，对，主要是留给我们吃。到时候她怕就是人家摘完了，我们一个都没得吃。她说，如果是以前的话，还没有认识我们之前，她说她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些果那么重要，都是随便吃哈。对，都是让人家全部摘完去。但是今年她说她想要留一点给我们。我是这样认为，这应该也是他对我们的一种，回馈吧，感觉我们是对他好，对我们的一个认同。其实，真的，很庆幸自己认识到就是那么善良的一家人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再摘一点就出去了。那个水箱呢？在外面。来说自己的漂亮。树塔。慢点吧啊！怎么吃都吃不完。又一箱，非常谢谢奶奶的李子，谢谢她的这份心意。谢谢阿奶，我也要谢你。张总，我也可以回去跟爸爸公司了。啊、哦、啊！他要回去看爷爷了。我们等一下有事，我们就从这里就直接，直接去外面有事啊、哦。嗯，奶奶。嗯，奶，我回头把大家带来分了，就是嘛。嗯，把我忘记了。给你。给你买点菜。拿去给。
来，得啦得啦，莫啰嗦，自己的呗，帮忙，自己的，自己的，得啦得啦得啦，给你买点菜吃，麻烦麻烦，等我不能要了，你哪个给你买点菜？给你买点菜，哦，得啦，得啦，莫啰嗦，得啦，要钱买的咋？没时间拿钱来买，时间拿来买菜。你上午拿他卖到咱们多了。平时啊，平时你买菜，你冇攞，你冇攞咗你啊？来，你冇？来，买拿过去。来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拿钱来卖。我没时间卖你个吧。卖你个，我是去那卖菜。你上午卖到咱们多台了。奶奶一直以为我们给钱给她是用来买果的，其实不是的。怎么讲呢？就是她会觉得就是我们是买她的果，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。因为她叫我们来摘果的这份心意，我感觉是她惦记着我们的这份心意，我感觉是多少钱买不到的，真的。这我只是尽自己的一点能力。帮他就是让他平时能够就是去买一点肉啊，买一点菜吃。你看两个人还在那里，真的，奶奶很朴素的。今天我买到这么多菜了，没行。今天买菜是今天的，对。你想要钱啊？就是你自己在用的。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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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了。好了，回来了。好了，姜来甜的呢，你们那是姜来甜，那是南姜的呢。阿奶，我们给钱给你，从来不是因为说要买你的果，知道吗？就是你们用啊，你用，你用，对。姜来甜，没有妈妈好意思的。当然没，当我们摘的呢，你们。没摘的嘛。你们产品保谁的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种黄的，我当然是问你。听见不？听的。你们要看到他没在野那两道？没，我们没这样子种的，没这样子种的。我们也还要教他的。奶奶刚才说了一句话，就是让我们做大妹小妹的亲姐妹。她说让我们看得起她们两姐妹。其实打心眼里面。我们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，真的很懂事。奶奶刚才还说了一句话，她说要是以后我不在了，你们就多看他们一下。其实我们更希望奶奶长命百岁。明天你们得老梅好点不？好的。你老梅是没懂事的，你们相信他。他很懂事的，很懂事的。老梅才两个老梅，我们看得到的，你们。看到的。看到的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他那个做事嘛，肯定要小心点、注意点，我们得空我们就过了。如果是你怎么得病？这个老梅他们没懂的，你要相信他。怎么得病的？你要打电话给老梅，喊老梅跟我们讲了得了。我没有这样看的其他的，我们没这样子种，他没有娘，他自己没看的其他，我们就打自己。我当然是我的话在。你要看那个咱们多，你要看得起的话，我下次我再来看见你那头没放有农农的话，我就讲你了。下次能卖了不？赚几块钱？明天还没看你看要得几要得？有的。还没继续播那个要得。有的啊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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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在空我们就过来，等小妹放假了我们就过来。还有下面还有几个。
那剩下的那些三海里的话，可能要过二十天的时候，他说下一次还要打电话叫我们来。怎么讲呢？其实刚才很可惜的，放在这里都掉满一地去。掉满一地，虽然说掉满一地，但是他今年很特别，因为我们认识了他。因为我们认识了他，然后他会觉得这个李子很宝贵。前几天不是都有人来摘吗？前两天他就怕，生怕人家摘来，生怕我们没得采。他一直都很惦记着我们，讲真的。今天我们就是看他的背影，以前都是他看我们的背影啊。今天呢，因为他是要回去放爷爷睡觉了，我们呢是有事马上要从这边出去了啊，就没办法在奶奶家吃晚饭了。在这里呢还是得感谢奶奶这份心意，真的也感谢大家对奶奶的这份心意，真的。特别是我们的初见妹和童老板和彭姐他们，还有一些就是一块二夫妻他们呢，这些网友他们都很多，对很喜欢妹妹他们的，对，陈敏他们都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彭姐今天也是每个月她会发1000块钱给我，就是我和她共同分担大妹小妹的一个生活费。很感谢。对上个月嘛，不是还有上个月有余钱，我就没有再就是没有收她的。但是今天知道我要来，他又发了一个红包，他说给奶奶买一些猪肉啊，买一些牛奶啊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北京的红姐，真的。那咱们就先回去了啊，也谢谢奶奶的这份心意，还要去办事了，对，把我们当成自己人的这份心意。对，那我们回去先啊，我们先回去，拜拜。我们刚刚还说就是我等了，奶奶回客啦，你看那么久了他啊，拜拜。真的那么久他舍不得走，在那坡顶那里走两步要回头，走两步要回头的，还可乐还可乐还在那里还看得到。哎，这老人家啊，可以很看得出来他很舍不得我们。对呀，老人家喽，老人家